病友会，对不对？好，就在往右边那边的研究大楼一楼。去哪里？这次去过奖。不知道说要到哪里办手续。因为第一次来嘛，哦，所以出诊柜台在这个地方，是的吧？对，好，谢谢。哎，老板你好，欢迎欢迎来旁边服务哎。好，来吴家家哦，吴家家，来。每次如果要来看病，就感觉很麻烦的。啊，不然说转两次客运，要看几个科，就还要了很多时间的等候。来一33号刘阿嬷，嘿，来瓦里哦，豆豆家，嘿，谢你，好来，好，这边来，请坐。谢谢。阿嬷，啊，你最近有较好势无？有啦，有较轻松啊啦，啊，老镜头啊啦，啊嘛无法度啦，哦，啊，若要来看医生，啊，就安尼，压力真大，啊嘛无方便啦。你今日是安怎来？啊，我坐客运啦，对阮家坐客运来到遮一路就两三点钟啦，等较好就规天去啊。安尼真辛苦。阿嬷，安尼我最近有甲你看你的报告，甲你的病情，最近拢真稳定。你若是方便，我甲你转去恁家附近的诊所，互你伫遐看病、摕药啊。安尼是毋是会较方便？啊，医生啊，你要甲转去遐，迄医生敢了解我的症头？阿嬷，恁家附近有一个陈医师诊所，陈医师进前伫咱营总服务看病看了非常好。你若是同意，我把你的电脑下只的看病资料，甲传过那边，和陈医师遐，陈医师就近伫恁家遐，和你看病提药啊，安尼你嘛较方便。安尼嘿，我知嘿，多谢医师吼。啊，你若讲随时有啥物问题，你会使敲电话来咱病院，咱病院拢有人会当甲你回答。啊，你若真正无放心，你半年再过来，我甲你看一下，安尼就无问题啊。感谢医生吼。安尼我就放心，佮安心。啊，这就是阮家家己饲的鸡母卵啦，吼、哦。啊，这就是青菜家己种的，啊，无下农药，请医生你莫甲气炎，吼、哦。阿桑，欸、这唔免啦，哦、这咱病院无咧收送礼，你的病情来当好势，咱就替你欢喜。甲你照顾的好势是咱病院佮咱医师的责任。你有这个心意，我得真感谢。多谢医生你吼，啊，咱病院对这病人啊真关心吼，啊，多谢医生你啊对我这病人作关心嘞，谢谢。好，那33号刘阿嬷，嘿，来今日啊去拿钱加油啊哦，吼，好辛苦啊，嘿。台中农民总医院配合国家政策。积极推动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政策，我们让急重症的病患在医学中心接受照顾，我们让稳定慢性病以及轻症的病患在地区医院及诊所接受连续性的照顾，我们设置各种资讯的平台，让转诊的医师可以及早了解转到台中农总的病患他们接受医疗的最新情况，我们也提供各种资讯，让基层的诊所医师了解我们下转的病患，他们使用的各式治疗以及药物。台中农民总医院积极推动廉政文化，我们期许感谢医师免送礼、爱心谢卡、表心意的廉政文化，也期待持续提供台中荣总高品质的医疗服务。